一趟河南，河北，山东，山东是两部分，淇就是山东的北边，鲁山东的南边，和河北的南部就是济南，河南的北部。我曾经想认识100个村支书，北京周边的。因为北京人现在越来越在乎他们的食品卫生，尤其是疫情以来，对营养和怎么增加抵抗力、免疫力特别感兴趣。免疫力要想增加，第一件事儿就是蛋白啊，蛋白质。蛋白质直接的来源，一个是牛奶，一个是牛奶，再有一个就是鸡蛋，是吧？蛋白质，蛋白质，物美价廉的东西没有啊，一分钱一分货，可靠的东西，任何东西只要一有好名声，马上就山寨的就来了，是吧？山寨的就来了，所以我相信人，中国是人情社会，人情社会，啊，熟人之间，当然现在也有名词叫杀熟。是吧？杀熟，但是，杀熟的人有，但是我们靠我们的学校学的知识，靠我们家庭的教育，靠我们在社会上的阅历，总能知道靠谱不靠谱。因为在世界上，你去超市，你不认识的东西多，你认识的人，谁靠谱谁不靠谱。一回生，两回熟，你不能老让他坑你，是吧？所以我就觉得，而且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，就是人情社会的社会主义啊。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党，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。我呢，就是我就是群众。所以我有好多群众朋友，但我们应当相信党。所以我就发愿要把北京周边的认识100个村支书，因为村支书是基层政权的最基层的领导者。他们村儿谁都熟，是吧？我去好多村儿就发现那个村支书那公章就拴根绳吊在屁股上边哈。现在也不是啊，那个发达的地方，村支书有开大奔的，有开途乐的。啊，有开跑车的啊，就是比较穷的地儿，像张家口、怀来县、北新堡镇、甘子堡村的村支书陆英杰也开一个那个国产合资的沃尔沃呢。现在那个只有带头致富又关心群众的人，他才能当上支书。说这么多，就是外地的，离北京远的不好办。因为农副产品呢，比如桃儿，我最爱吃烂桃儿，但烂桃儿就不好邮寄。硬的桃儿还能邮寄。其他的像白薯凑合能寄，土豆也凑合能寄，有些东西就不便邮寄。我就不说这个了啊。离北京比较远的也不算远，北京城南固安。固安、雄安、文安，就那边的，我认识一个书记，特逗，啊，他呢不让我帮他卖东西，啊，我管他叫骑墙派。为什么叫骑墙派呢？他这人老没有态度，我就管他叫骑墙派。骑墙派昨天晚上又给我一直我到处跑，是吧？我也没帮他吆喝东西。他昨天晚上说。那个玉米不是玉米，嘿，我这人是什么来着？河北省的花生，说花生下来了，鲜花生，马上给他老管我叫先生，说给先生快递一下。他是民国范儿，他以前在城里，他也不是纯农村的纯支书，他原来在恭王府里裱画，所以是我邻居，这么认识了我。他知道我海湾战争、再生战役贫血，就给我法国牛奶。过一段就给我搬一箱放在我门口。后来我说你买这法国牛奶挺贵的，是吧？
他说不，说他们家孩子就喝这个法国牛奶，嗯，说这个靠谱。哎，我知道也靠谱，因为法国是欧洲的农业大国，法国是六角形的国家，嗯，西北是大西洋，南边呢，东南是地中海，嗯，叫温带海洋性气候。法国的奶酪就是奶做的，那法国造奶酪造牛奶呢，世界上都是很牛逼的，但是贵。我吃奶粉呢都是澳大利亚的比法国的便宜，哈，因为我挣的少呗，是吧？但是又得吃可靠的，又想可靠的。我对那个院士什么之类的啊，就是崇拜啊，但是我只相信我亲自。除了那个牛奶鸡蛋里边有充足的蛋白质，蛋白质可以锻炼激活你的免疫系统之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季羡林呢，山东季羡林很穷，季羡林是山东是西边穷东边富，季羡林他们家在鲁西，在山东的西边，啊，山东的西边是西边穷东边富，季羡林他们家在临清，临清呢属于聊城市，聊城市下边的一个县，紧邻着清河，这清河从哪儿的河呢？就是河北省的河。所以季羡林他们家紧挨着河北，嗯，然后呢，这临清县里边又是西边穷东边富，季羡林他们家官庄又在这临清县的西边，啊，他们官庄村又是西边穷东边富，这季羡林他们家是在这个村官庄村的最西边，所以他们家穷的没法再穷了。他小的时候没吃过面，没吃过盐，说这人没吃过面怎么能理解是穷？没吃过白面，没盐都没吃过，当地都是盐碱地，要知道聊城啊阳谷啊那边都知道盐碱地多，嗯，他们家就把那土从地上划了起来，放在锅里一煮，煮出那就盐水，再把盐水控熬干了，就吃那个盐，就也吃那盐碱地的盐，嗯，所以他特别穷特别苦。那他怎么靠补充蛋白质呢？后来他们城里把季羡林弄到城里上学，每天早上给五个大子儿，让他买一包花生。这花生里边啊，现在你看那个什么说吃油什么豆油转基因不转基因，这我不懂，花生到现在没有转基因的。所以这次我去临沂，临沂有一个浙江的诸暨的老板，他原来是做给那个建筑材料，你看现在我们不管是马桶啊地暖呢、啊、还是上下水管，都是那种高级的那种复合塑料的管，它是造那管的。但今年它是零订单，为什么零订单呢？就是那个塑料管没人订，因为房地产啊都崩盘了，没人再盖楼了，没人再盖楼就没人装修了，没人装修就没人买那塑料管，所以他现在把这塑料管用这塑料材料改做蛐蛐罐了，蛐蛐罐养蛐蛐，哎，这行情倒特好。我去他们家，嗯，他就说要送李成儒，就成儒大哥和我花生油。这花生油呢，因为花生是没有转基因的啊，花生全是土长花生啊，而山东河南河北都是盛产花生的。他就把那花生让他媳妇儿去那个榨油的那个作坊，眼看着把这油榨出来，得看着，不然人家把你好花生换成坏花生啊，或者往里边给你兑豆油或兑其他什么东西，所以必须得让他媳妇儿亲自看着。所以刚才我说呀，中国是人情社会，中国特色啊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，嗯，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党。这时候群众就得监视着那一篓子花生，看那花生榨成油来，哎，再把那油拿回来，不然就容易被人偷梁换柱。嗯，啊，这是说的山东临沂那个造蛐蛐罐，原来造塑料水管那老板。河北固安、雄安、文安这个书记早上，哎，给我寄花生来了。嗯，对，刚才我还说季羡林每天早上五个大子儿买包花生，把这一包花生啊，哎，他分开，自己留点吃了，剩下的给卖了。所以这季羡林是最早有的经济头脑跟经济来源，就是把他们家他叔叔，啊，九叔
给他的这个买花生仁的钱，哎，他买了花生，把这包拆散了，自己当早点吃了之后，剩下的给卖了啊。一直到老，季羡林98岁死，都没有牙了，他仍然是每天要嚼几颗花生，因为花生是除了牛奶和鸡蛋之外的最好的蛋白质。嗯，我也又扯远了。哎，刚才快递来说，又来给您来花生了，这包有点摔坏了啊。你看，双安助农，双安助农，嗯，一看就是给农民的，嗯。这花生呢是鲜花生，鲜花生湿的，所以那个这个齐强派书记跟我说，说他先生，他老管我叫先生，我都不习惯，我们都管鲁迅才叫大先生呢啊。说先生赶紧把这花生啊晒，不然潮的呢它就容易长芽儿，因为刚从地里刨出来的，嗯，这花生全是好花生。哎，好花生，嗯，闻着一股土地的清香，这是河北省文安县、固安县、雄安县的土地的香味儿。河北文安、雄安、固安，嗯，我赶紧搬到太阳底下去，嗯，这是好花生，好花生。刚挖出来的花生，好花生，喜欢人，给你煮煮吃。对，煮煮那个烂活都行，别吃那生的垃圾。哎，他说得晒，不然受潮了它就发芽了啊，发芽了啊。哎，我马上，我跟你说，嗯，一会儿有两个，昨天那是老玉米吗？昨天那个来的是老玉米吗？是老玉米，六个。哦，那个是那是甘子堡村支书。张家口的一个村支书，哎，那得瓜这个高宝是人心，对，是人心。这个是河北固安的一个村支书，都是村支书。嗯，你听我跟你说，自己有把握。哎，我妈呀！烧饼加这素食姐。哎哎。素食姐，她昨天给我买了素食丸子。嗯，他呀，龙一瞎说就没完没了。感谢。河北省张家口市怀来县那个叫什么，怀来县北新堡镇甘子堡村支书陆英杰昨天给我来的那个黏玉米。你看我妈都老说瓜子儿不饱是人心，因为我妈小时候就是农民。然后这个是河北省固安啊齐强派书记刚挖出来的花生。嗯，所以我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，我们应当相信党，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。我在北京周边认识100个村支书，